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你来到天狼美食这个频道，我是杜师傅，今天同大家分享一个就是牛油核桃酥。配方：腌牛肉改出来的肥肉，炼成牛油140克，大家也可以用超市买回来的牛油。低筋面粉250克，白糖170克，净鸡蛋20克，食粉4克，臭粉2克，牛奶或清水24克，核桃50克。面粉开锅，放入各材料，白糖最后放，不要差溶，折叠手法，防止起筋，约5次左右，差匀即可，静置10分钟。每粒体重35克，酥蛋液放核桃1粒，提前20分钟将焗炉开至华氏400度，摄氏204.4度，中下层约焗12分钟左右。这个份量可做18个核桃酥，底面金黄，起发射的程度刚好是底的1倍，标准是恰到好处。酥松香脆，核桃香脆，牛油酥香，谢谢你的分享，下期节目见，拜拜。